主打早午餐的嗨日冷 Are You Cafe， 从台电大楼的捷运站出站，不用五分钟就可以享用到轻松美食。日冷咖啡大门外头有许多绿意盎然的花盆，隔绝大都会的繁杂，而店里头呢，摆满了各种丰富有趣的摆设以及手工艺品，搭上充满格调的气氛，令人舒适到一坐就是忘了时间。多样化的餐点十分难以选择，基本款的咕咕叔叔太阳餐，鲜嫩的太阳蛋让人口水直流，看似不起眼的香菇蔬菜配料一入口香气十足，令人停不下来。简单的料理带出令人回味的美味，私藏店家的清单上头又多记一笔啦。